好，7-17，2-1啊。7-17，2-1啊，一批还有两个币，神龙，好，踩起来，踩起来，真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，屌，2000还可以是吧？我2000不太会啊，不太会，轮不到神龙就结束了吗？那不一定，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啊。有可能对方币也不多了啊，八神对龙虎队的威胁实在是太大太大。对，韩国还有的，还有好几个，他们十几个玩家呢。主播专播95吗？没有没有，还有其他啊，还有其他，最近播95多一点。 Not this game， 屌，啊，这个八神，这个八神有点灵性啊，兄弟。几位？你？对，赞助啊，赞助，老钱赞助的。老钱啊，老钱，冠名的。噬魂多少个韩国？我基本没见过，基本没见过。对，老游戏基本都会播的，新游戏的话后面播街霸6吧。好，开始上头了，开始上头了。你，哇，再见。啊，7-16啊，7-16啊，7-16，2-5啊。好，看一下阿策的实力如何啊？阿策的实力如何？好，调 CD， 连续压，反身跳。阿策，哎呦，阿策被捏了，什么鬼？速度妈妈系呢？不卡不卡，走。啊，他这个包子，对方可能不太适应啊。哎呦，防的不错啊，防的不错，竟然防住了，竟然防住了啊！躲。啊，阿策的包哥啊，什么鬼？好像对八神没有什么作用啊，对方不太吃这一套，不太吃这一套，屌！哎，屌了啊！葵花，啊，看一下这个忍者，我这神龙。进来，啊，真是喂，被骗了，被骗了。小孩怒拿10000，这无所谓的，拿100000也跟我们没关系，一点都不羡慕。好，对方的忍者啊，看一下跟阿策有没有对拼。那边，1、2，啊，跳出来，我一个桑多利，好，后跳，进半边。哎，气消也能失误，哇！不二小
还有哎，啊，7-15啊，7-15，2-4啊，2-4。啊，阿策被屌，阿策被屌。再猜再猜啊，阿策遇上韩国人有点不会打了感觉。阿策他没有开手机啊，没有开手机。躲。TT 啊 ,TT。呜、哦、瞬秒。瞬秒。这个的是你去爹的。啊，这赌这赌这赌神龙。这赌神龙。还是造纸龙舒服。起身。啊，他这个下臂抓不到的。抓不到的。又被拿捏了，又被拿捏了。Kensu，一波，木击大家，啊，包哥开始发威了，包哥开始发威了，捏，啊，再捏。喂、哦、这个猜这个猜猜不动啊，猜不动啊，一批可以的、啊、兄弟，一批可以的啊，一批可以的，能让阿策两个人先倒啊，这个是很难啊，很难，对方这个八神有点魔针，有点魔针，好，起手下盘，起手下盘。啊，中方今天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啊，没有占到太多便宜、啊，对方还是蛮厉害的。我以为会是屠杀啊，结果不是、啊，我以为还要剃头呢。呜、哦，这传播，哇！啊，猜起来，猜起来啊！韩国一哥啊，韩国一哥，一哥来了啊，一哥来了，还没主播打的哈，瞎讲。好，看一下对方的角色啊，对方的角色草地精排头阵啊，排头阵，一哥排头阵，用了草地精，这个很难很难对付啊。不过阿策打草地精还是有一绝，还是有自己的心得。神龙。对，阿策昨天拿了冠军啊，好，封住位置，对，一哥被 QD 打了四个币，太惨了啊，被 QD 还有猴哥啊，哎，反身捏，哇，这一下太伤了，好、啊、还好啊，还好，还好啊，还好啊，刚才上一位选手啊 ，Goku 打掉了阿策两个角色，两个币，太难。看来阿策，好、啊，这把有机会啊，这把有机会。好 ，CD 压住。好、啊，新生还想抓，再见。啊，太难了，韩国一哥就这么陨落了。就这么陨落了，换光头上来，换光头也不行。哎，跳过了阿策。啊，这个战壁很灵魂，很灵魂。哇，
差一点，差一点被魔血磨死，魔血磨死。哇，二小啊兄弟，这个必杀怎么中的？目击大家，好招啊，好招！丢丢嘎达，上头了，上头，上头了，走。好，要再见。哇，阿策。6-14啊。